商务课全面开放，居简会比10天更短。啊，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，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，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。商务课全面开放，居简会比10天更短。啊，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，那不过一定是第一波哦，先做成功以后，哦，才往第二波来走，有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考虑。很多国家现在都缩短了嘛，那台湾为什么不跟进？哦，那这部分我们大概会把它缩短成10天的时候，中间会有几次的检验。哦，在这几次的检验看到，就是说其实大部分 case 啊，在什么时候就可以被验出来了。好，那当然我们就往那个方向来说。啊，如果大部分都要7天以上才验得出来，那我们当然不敢这样子放。好，所以这是看这个实际的一个证据。好，所以需要先把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施行的一点时间之后，看说如果目标是有可能走向，大家都是会有7天这样的考虑，那就会看看说7天内被验出来的，或7天后再发病，它 CT 值是不是很高了？好，用这些东西好才能够做一个精确的判断。好，我估略大概1个月就可以看得出来的。